嘿嘿，腕表刘行丽是我。对对对，刘老师刚才那美女呢？这不是已经化身了吗？嗯，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表啊，宝珀五十寻，羌基于技术型。这个五十寻大家都不陌生了啊，但是这个羌基技术型呢，它的关键词在技术。这技术指的是哪方面技术呢？不是钟表技术，而是潜水的最前沿的技术。对，说是潜水技术吧，但是呢，高级制表的工艺呢也做了相应的配合。现在我们今天就随便聊两句啊，因为还要喝酒。就是，人类潜水的这个技术已经进步了很多了。首先说有一个概念叫做 CCR，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可以大大的延长潜水员在这个水下停留的时间。那么这里头就牵扯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出水需要在不同的这个深度减压。那么比如说下潜到这个100米的深度，如果安全出水的话，在不同的这个深度减压就要减2个多小时。因为市场上大家见到的99%的潜水表的潜水计时圈都是1个小时的，所以需要一个超长潜水计时的腕表。这就是宝珀五十寻羌基于技术型。现在大家知道技术型意味着什么了吧？传统的计时表计时的时长呢是有一个局限的，羌基于技术呢，它的计时的时长呢，它提升了一个量级，它是达到了3个小时。所以要实现这个3个小时的超长计时呢，也是不是很容易的啊。它同时满足防水，还要排汗，所以呢才做成这么大。但是我觉得这个表的这个整体美感特别强，拿在手上首先感受到的是整体的凝练的这个美，而且呢又有五十寻光荣的传统和这个风格在这个上面。康老师说的整体的美啊，其实让我想到了我们聊这个豪华运动表时常提的一个术语啊，叫整体式造型，还有一个当下有货。看看，就这个中突表耳呢，它起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从表壳到链带的一个延伸的作用，是活脱脱的一个整体式造型。关于宝珀的机芯的话，就不用我多说了，业界给出一个很好的评价，叫天地良心珀。对，看看这个机芯是不是符合天地良心珀的这个，摆脱还是这个镂空的啊？太良心了。真的不是恭维，因为我在里面每一个红宝石轴承机芯夹板的边缘看到了刀绞打磨。因为一般夹板的边缘做刀绞打磨，就像画画勾一道亮边，让这个轮廓感更强，但是给这个轴承这块做打磨真的很少见。这么说吧，宝珀应该是你在看不见的地方都做了打磨。对，宝珀的羌基于技术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对，另外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所以今天就先说到这儿。OK， 这个康老师讲完了啊，终于可以喝杯酒了。哎，刘老师，我有一问题，那这个宝珀有方表吗？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宝珀就从来没做过方表。哎，不过你要是想看方表的话，走，咱们去个地方。这个钟表与奇迹日内瓦表展的这个喧闹相比啊，这里是安静了很多啊，所以呢让我们也有机会呢能够踏踏实实的看一下表了。这边呢就是北京的王府中环，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院子，这要是在日内瓦准是一个城堡。在这里呢我们要看一些卡地亚历史上的非常经典的具有时代意义的表款，比如说这个三斗士啊，各种坦克呀，还有浴缸啊，就是贝诺啊。最重点的是要看今年钟表与奇迹日内瓦表展上一些很重磅的表款，比如说三斗士独梦的镂空款啊。另外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高级钟表的一些知识，或者说一些术语吧。你可能会问啊，卡地亚，没错，待会儿你看到的东西呢，应该或多或少会颠覆你的认知的。走吧。说到高级制表啊，很多想到的都是瑞士品牌啊，一说卡地亚嘛，大家就是那种撇大嘴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们可以用卡地亚的这些表呢，当做很多很多专业的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些钟表上的专业知识或者叫术语。随便举个例子吧，就这款表，
就是今年新款的三座独梦啊，镂空款。除了这个镂空表盘，让你更清晰地认识到另外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满舱机芯。所谓满舱机芯啊，就是机芯充满在表壳内部。大家可以想象，为什么很多瑞士表是圆的？这是因为一个技术传统啊，从这个怀表时代，因为指针是扫动式的，所以呢，这个圆形机芯是最理想的一种机芯布局。但是圆表一定是最好看的腕表吗？这个问题也是我在给这个法国 EAC 中国项区讲腕表学课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一个问题。一会儿我们会做这个更多的解释啊。咱们还说回到满舱机芯，满舱机芯呢，在钟表测评体系里，它是专业度很高的一个设计。你看这块表呢，直觉上它的机芯已经充满了整个方形表壳。另外你仔细看呢，它作为满舱机芯，并不是说为了填满这个表壳而有意把夹板变成方的。这个方机芯的每个角落实际上都有它的实际用处。咱们现在回到这个说的表造型啊，最美丽的腕表设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定是圆的吗？答案可不一定啊。你这么想啊，很多品牌的爆款他们是什么造型的？我们考察这个腕表的时候呢，有些角度是单纯独立的看这个腕表的造型啊，比如说拿着新闻图片啊，拿着广告片啊去欣赏。还有一种欣赏是呢，是系统化的欣赏，就是说把腕表放在你的手腕上，跟它的服饰搭配的时候考察什么样是最美丽的腕表。不能说绝对吧，但是说大概率呢，方表很可能是最漂亮的腕表设计之一。而这个方形表壳的设计，我们最早的鼻祖是谁呢？估计你也猜到了，就是卡地亚的三多斯。这款三多斯独梦呢，就是完全原汁原味的忠实的还原了1904年路易卡地亚为巴西飞行家三多斯独梦而设计的那款被称为现代意义上腕表的那款方表。我们再审视一下其他的爆款啊，包括一些运动款腕表，它的外部特征，比如说外部打磨啊，我们常说的是复合打磨，也就是拉丝和抛光的组合。为什么？这是来自一条珠宝首饰领域的一个定律，通过抛光和拉丝的有节奏的变化，可以让这个首饰啊变得更美。这个定义呢，用在了手表上是屡试不爽啊。我们看这款表呢，完全符合了那个定义，就是说抛光和拉丝的复合打磨。我再给你分享一个专业术语啊，超薄表。我的问题是，超薄表的定义是什么？有没有量化标准呢？业界公认的是8毫米可以算是界定腕表是不是超薄的一个标准。那么这款表呢，很显然，你看它的侧面啊是低于8毫米的。我们再看看另外一款，这款表也是三多斯独梦啊，它的厚度呢也是低于了8毫米。这款表是三多斯的卡地亚，这简称三多斯啊，它是一款运动表。像不像某树某罗？像就对了啊。这款表呢，它的厚度超过了8毫米。为什么？因为它是出于这个防水的设计要求啊，需要厚度啊，需要防水性啊，所以它超过了8毫米，但依然还是很薄的。所以呢，如果想要超薄手动，应该是最容易做到的。如果是为了防水又要自动的话呢，这就很难做到超薄了。但是这款表它既是自动的又是超薄的，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估计要是细心的话，从表面都能看出来了，这有一个微型摆陀。微型摆陀在机芯设计上呢，它可以确保了自动上弦的功能，同时呢，它要是能够保证它的超薄，因为它把微型摆陀啊做在了机芯的这个部位，既提供了自动上弦功能，又确保了超薄，又确保了防水性能，这是一个专业上很高妙的设计。那刘老师，这表男表女表啊，这么小？你这个好问题啊。应该说呢，跟初代目相比啊，这还算大的。但是呢，我坚决认为这款表实际上是男女通吃的。不信给你上手试戴一下，看到了吧？我戴都没问题，女生戴就更没问题了。所以啊，一款设计于1904年的款式，到现在还能经久不衰，它靠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不断的迭代，一个是靠的是机芯的不断的升级啊。现在三多斯独梦的机芯已经全面升级到工作坊精致机芯，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你们心目中的那个资产机芯吧，但是人卡地亚不那么说啊。另外，经典的款式之所以流行，就是它总能在传统的框架下给你带来一点小小的惊喜。比如说今年的这款表，它的小惊喜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时标刻度。这批表呢，它的这个时标部分用的是一种硬质的石材雕刻出来的，比如说有的用的是红色碧玉，有的是软玉，就像现在这块是绿色软玉啊，还有用的是蓝线石。
这种用硬质石材做石标的想法，你以前想到过吗？再有一个呢，三都司土茂的表背呢，它的背后呢有三都司土茂先生的签名啊，这个是很难得的限量款。要说到方表设计，要说到这个非圆形的表壳设计啊，卡地亚有很多很多非常爆款的这个设计，比如说坦克系列。坦克系列呢，很多女生喜欢的是法国坦克，很优雅啊，那个线条那个比例啊，说老实话咱们都理解不了，但是呢那的确是颜值无敌啊。说到坦克的原型，就不得不说这款了，这个叫坦克 Normal 啊，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啊，这是坦克的原型。当时这个卡地亚的设计师啊，应该是路易卡地亚啊，他就想设计一款与时俱进的款式，然后他想到了一战的时候的坦克，他用什么元素来表现一个坦克呢？最后就凝练成两个线条，就是这两个纵向标纹，这个像不像坦克的两排履带啊？这个极经典的设计呢，又是铸造了一个非常经典、非常经久不衰的方表款式。这个应该是1914年诞生的设计。说老实话，我是特别迫不及待的想戴这款表。你可能会问了，这么小的尺寸，男生能戴吗？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你是一个对这个复杂功能有一定要求的，看看这款，这还是坦克诺赫玛拉啊。很低调的铂金啊，但这里边有一个很不错的复杂功能，开放式表盘，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镂空机芯啊。除了镂空以外呢，你还可以看到一个很实用的复杂功能，就是24小时显示。你看这个镂空机芯的甲板啊，它的色泽啊是由浅到深是渐变的，用这个呢就是表示这个24小时的变化。另外说一下啊，胆敢做镂空机芯的，一般的机芯做工都是非常好的，要不然他不好意思做镂空。这个就是卡地亚的一个拿得出手的镂空机芯，做工是没得说的。这个表壳啊，这个又是一个特别适合男生戴的啊，非常低调的，但是这是铂金材质的，也是我最迫不及待想戴上的一个款式。再有一个呢，所有的卡地亚的方表，或者说大部分的卡地亚的这个腕表啊，它的表冠上面都有一个凸圆形宝石的一个设计，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应该是法国高级珠宝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手法，所以让这个表呢非常的显贵。比如说这款就是凸圆形的红宝石。这个腕表设计讲了这么多啊，再看看这个，刚才我们说圆的方的，这个是不规则的，这也是卡地亚特别擅长的。应该说卡地亚在现代腕表设计方面那绝对是教科书级的，但是呢它不光只有设计，你们关心的复杂功能啊、机芯做工什么的，卡地亚都有合格的交代，不用我说了，建议大家6月19号之前来这里仔细看一看这些经典的代表作。